手错碗，这是第一个错碗。OK， 好，第二个搭退步搭手之后推轴错轴，这是错轴。哦，这里要有剪力哦，这里要有剪力哦，有没有？这里要有剪力才有效果。第三个，退步搭轴，上步缠这个缠下来的时候要人要进去，然后退步压制，就变成错肩，哎，带过来错肩。OK， 好，第三步比较难，我再做一遍哈，你看啊，退步之后。手转进来之后，上步顺势上，因为要控到肩膀了嘛。好，你看我上步之后，换步往下按进来，这个地方重点在压制在身上，要往身上靠。这里剪力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在这里，哦，剪力在这里，下沉剪力在这里，坐在这边，你看，坐到这里，压制在这里，剪力在这边，哦，这里。在这里，所以膝盖我啊这边这边不短，就是你瞬间下来，他如果抵抗的时候，就听到很清脆的一声。所以他抵抗的越重，就越容易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练习的时候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只要放松就好。然后放松呢，放松不管我对方怎么做，做到你会痛的时候，你可以拍一下对方，哎，好了，哎，提醒他放手就好。哎，大家在练习是这样，哎 ，OK， 哦，所以这是这样，这是。腕手到这里剪力有没有？肩的时候就是沉进来，肩压制在这里，压制在这里就不靠住。这只手我在这里的用意是因为施加压力在这边，这里顶着压住它不会动了，这样它很难过了。哦，那你这只手当然也可以像。如果你有以往的动作，你可以扒头啊，拜对不对？宅力，今天的动作应该会。